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奶茶的诗歌单曲教学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，叫做《住在你里面》。是的，当我们觉得很枯竭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是应该住在耶稣的里面，因为他那里是充满了、充满了、充满了丰盛之地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是住在耶稣的里面呢，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因此而枯竭了。好，奶茶一连串的一个伴奏模式呢，是完全顺着这个诗歌的一个歌词在走哦。虽然已经很熟悉了，你们会觉得它很顺，但是呢，那是因为我每一种技巧都非常练得非常的熟，所以呢，当我想要转到另外一种技巧，想要用另外一种技巧来表达的时候呢，那我可以很自然的转过去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当你在转的过程当中，你想要做一点变化，但是你却会卡住的话，表示你可能对这个技巧或者是下一个技巧并不是那么的熟练哦。所以你可能要回过头来再回去呢，再把你的技巧再把它练得非常熟。什么叫熟练呢？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的手依旧不会受到你唱歌的影响，那这样就是很熟练了。那奶茶先介绍哦，在前面的时候，主歌的地方呢，在干旱无水之地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描述的是一个很枯竭的感觉。那我渴慕你，所以必须要在一个很安静的感觉，所以奶茶使用的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好，我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最简单的伴奏方式，我渴慕你，然后继续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好，因为它已经来到了八个小节了，是不是应该一好了，四个小节，OK， 来到四个小节了，所以我可能要做一点小小的穿插音的插入 ，OK。你的就在乎归回安息，的你在乎平静安稳。好，这地方我就开始了，虽然还在主歌呢。虽然还在主歌，但是呢，我的手已经开始在一拍一下之外，还有加上分散了。那这个分散呢，你可以去踹踹看，就是左手带到右手，右手带到左手都 OK。好，那一样，你的拍子一定必须是要稳定的，它是建立在拍子还是要很稳定，不应该说你多弹了几个音，哇，这小节就变成了四拍，原本四拍就变成五拍、六拍，或者是变三拍。那这样状态是水不稳定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咋把变成分散了。比如说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来到等候的地方，我就会变成安静。如鹰展翅上腾，住在你里，强烈了。有贝斯，然后还有节奏，棒棒棒，哒哒哒哒，棒棒哒棒，棒棒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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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住在你里，高音加进来，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活水泉源，永不枯竭。好，一定要渐弱，然后 OK。如果今天的技巧就是教这个安静的，然后再加点层次，
不要去数拍，要去感觉那个节奏的感觉。棒咚当当当当当，棒棒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棒棒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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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那奶茶今天的诗歌教学、伴奏教学就教到这里喽。今天教的是《住在你里面》，拜拜。